哼，我们今天要来唱片行捣乱。我们要去第一家家家唱片行。不是，我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要来签 CD。然后这个欧颂呢，我先帮他们签。来找一下那个，就这个。好了，我们签完了。我们现在还是在西门町。啊，超近的。Like Shen Dead Picasso， 看到了，我大大的海报就在这里。修炼啊！签证名有一个精髓，就是你的马步要扎得非常的稳。在这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信义成品，也就是我们上次铺了个空那一间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闹一下台。上门是可以成功，比较浮夸一点、我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已经，你要买吗？我想听听看。好啊，这个很酷的音乐，你们要听听看吗？就是那边有一个。有一张新出的专辑，主要是我最近发行我的专辑哦，然后它叫 Ducasa， 然后是一些 R&B 的歌，像这个现在在播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推荐给我。我可以帮你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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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希望你喜欢，真的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、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拜。销售成功，看来我是可以来成品上班的。喂，先生，请问你耳机里听的是什么？耳机里面听的是试演版的《秋风》。